如何加入好友 ？IPTux 呢？因为它是一个所谓的区域网络的一个即时通讯软体，所以呢，它并不需要特别的去做加入好友的这一个动作啊。只要我们在同一个网络的环境里面开启了 IPTux， 那自动就会在这个清单上面出现。好，换句话说，你只要一启动，立刻就会加入到所有的好友清单里头去了。